各位新生，我是上海大学校长刘昌盛，祝贺你考入上海大学。青年强则国家强，希望你能秉承自强不息、道济天下的校训，传承知行合一、追求卓越的校风，努力成为全面发展的卓越创新人才，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栋梁。上海大学将弘扬上善若水、海纳百川、大道明德、学用济世的大学精神，以养成强国济世人才、促进社会文明进步为使命，聚焦建成世界一流、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愿景，在世界大学行列中书写鲜明印记，在践行上海城市品格中彰显上大特色。再次祝贺各位同学成为上海大学新的主人，我在上海大学等你。